台湾蛇姬林彩缇喺生完个仔之后努力减肥修身，身材亦都翻翻好似以前咁啦。林彩缇 IG 分享咗几张运动健身嘅相，净系见到着运动小背心嘅佢，无论系正面仰躺定系跪地趴低，除咗感受到佢嘅挣扎之外，佢嘅胸部都感觉到就快呼之欲出。不过就有网友留言话，你根本就是故意上来卖奶茶存在感，掩饰自己不红没才艺。而之后林彩缇也提高了 EQ， 就说我发现每一篇你都很喜欢回我攻击我，我知道你真的很想令到我注意你，好啦，我现在复了你了，你这样开心没有？